天气有点冷冷的，好不好？首先欢迎第一位，就是饰演我们严忠实的谢坤达，尖叫声！接下来欢迎到就是我们非常可口的奇迹人奈特汪东城，再来就是我们台湾的朋友，非常期待他来的聚会。我们让大家来拍照哦，我们先让媒体记者朋友拍照，来，我们稍微再近一点 ，closer closer， 好啦，可以吗？我们先视线看右边，好，看一下右边的媒体朋友大哥，接下来看一下中间，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飞啦，好，我们的。好，我们的这个聚会上，他今天呢去台北很多地方，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他今天有坐那个 MRT 捷运哦，也有坐高铁哦。他们昨天到高雄有坐高铁，好不好玩呢？어한국의지하철과어그리고 KTX 라고하죠예비슷했어요좀어떤디자인적으로나그런것들뭐차표이런게달라서그런거는신기했어요네他说，有坐捷运，还有高铁嘛，就像韩国的地下铁，还有高铁的形式是很类似的，不管那个车厢的设计啊，还有票的样子，其实都还蛮类似的，所以感觉也蛮有亲和力的，对不对？很喜欢台湾哦，太喜欢台湾，喜欢喜欢，对。편하고맛있는거많아서좋아요我觉得台湾很舒适，然后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对，那你最喜欢吃什么？你昨天已经有吃臭豆腐了，对不对？那你今天去逛了，去淡水，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呢？有没有印象呢？他一说喜欢吃，大家都跑去买，有没有？他之前有吃那个是什么？糖葫芦。糖葫芦哦，哦，烤玉米。烤玉米，吃这么多，那最喜欢什么？好吃。都喜欢，臭豆腐，臭豆腐还是臭豆腐，臭豆腐。那我教你，我教他一句那个好吃怎么说，好不好？我教你哦。我们台湾人说好吃，我们都说好假，好假。你要学一下好假，好假。啊耶！你看，你看，好假，臭豆腐，好假，臭豆腐，好假。好快！那我们再教他啊。教绝啊，那个大东，你教他好了，绝对搭领好看，好吧？你教他台语吗？国语，国语，国语，你也教他一下好了。好，那就绝对搭领好看。好，要么学一下，学一下。就跟大家讲。好，绝对搭领好看，好看，好可爱哟。你们有两位要当他的老师啊，好不好？不过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小飞，因为在三个小时啊，我们就要偶像剧第一部台湾的偶像剧呢，哦，就要首播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啊？因为他很受到欢迎啊，对，很好，很好。哎呦，觉得很多，又是后加，又是很好，所以问一下我们的小飞说很好，所以大家晚上会不会准时守在明视啊？然后看一下今天的首播会不会？哦，很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换很好的大东啦。今天那么冷，我不会叫你把那个里面的哦，那个很可口的画面给大家看，不行不行。哦，很好，可以，很好，那么很好，那个井字形哦，不止有六块，很好，很好。很辛苦练哦，你哦。对啊，你一个礼拜常常跑，那时候常跑健身房，对不对？其实本身就有健身的习惯，但是因为拍这部戏，然后特别的在现场举哑铃，直接带哑铃到现场去，然后每次还会举灯架这样子。哎，所以人家说就是要上场之前沙袋。哇，真的假？那你有跟着一起吗？所以现在两个都有六块肌。我吃着便当看着他练这样子。哎呦，所以就是要上场前真的浮力挺身或是。举那个有用是不是？真的会有，真的有用了。哇，对啊，而且你不止在里面呢，就是有紧致型，有没有？其实好像在拍戏过程当中，很热的时候也要包紧紧，这是多邪？为什么？为什么？对啊，因为机器人其实是一个不能流汗的角色，这样子。
就是在那个桥上。嗯，在下面干嘛？刚刚预告有看到，就是奈特从桥上跳下来的，阻挡那个大游览车嘛。对对对对对，然后挡游览车这样子。哦，对，很恐怖，很恐怖哟，很恐怖哟。哎，听不懂哟，他听不懂哟，但没关系哟，你们越来越相处就会懂了你们的语言了哟，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三位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他们戏里面的一些状况。那当然，我们今天也要选那个 Fancy 啊，一起 play play 哟 ，OK 哦。玩什么游？玩一个叫吸睛的游戏。吸什么？吸睛。吸眼睛。喂，对，吸眼睛，吸大家的眼睛，吸大家的目光。对，我们要一个人选一个上来游，好不好？那坤达先选，坤达先选，男生女生都可以哦。这个珍珠奶茶油，喝光光油，喝光光也太可怕了。会想上厕所油，跑步机油。来，我们后退一点点，好，我们先后退一点点。对，我们要把鱼缸的珍珠奶茶喝完油。好，那我们一人选一个，男生女生都可以，好不好？那我们的那个坤达先来选好了。好，我先选。哦，哪里牌子的很多油。那我选拿大，不是大东牌子，大东的，那他选拿坤达的，那个黄色的达，那个达，红色的达，黄色吧，黄色的达，黄达，黄色的达上来有。